Hello， 我是沈晨軒啊。You are watching Toys TV。誒，五點鐘我哋係時候見一個重要人物啦，就係我哋香港動漫界嘅，唔係水墨畫界嘅大師。其實漫畫界又好，水墨畫界又好，真係大師中嘅大師，李自清先生。冇錯啦，冇錯啦，咪約咗阿李 Sir 咧，就阿李自清老師做個訪問啦。阿德哥，我哋換個 TV 翻嚟。你好啊，你好，你好。真係催你讀書好耐。香港嘅水墨畫大師，漫畫大師，堅 fans， 所以見到你都好開心。同埋今日呢個造型好正喎。啊？非常之配合翻你嗰個水墨風。冇錯，白色嘅。係。今日阿李老師係咪公布咗一系列嘅你將會嚟嘅新作品俾大家睇？係，其實我諗今日 show 嘅咧就有三件作品啦。嚇，一個係。一個是楊過啦，一個是喬峰啦，或者蕭峰啦，一個咧就係郭靖啦，係啊。咁啊，三個嗰、那個啱啱佢哋 set 場咧，想話換一換個位。咁其實之前咧，佢打咗燈上嚟咧，就好睇好多嘅。啊，我哋不如加翻，係啦係啦，我等等先，等佢打翻個燈。係啊，佢要咁樣打喺後面。嗱，都係嗰句，我先唔講本身真係話就住個 character。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喬峯嘅話咧，亦都見到今次呢一個作品，無論喺呢一個構圖同埋呢一個面相，特別係留意翻佢嘅髮紋係極度仔細嘅。咁基本上而家呢一個係咪雙龍出海啊，老師？係，哇，好嘢哇！本來咧呢招係降龍十八掌嘅其中一式，咁啊，但係阿艾力達咧就改咗個名叫雙龍降龍啊雙龍出海，係啦，係降龍十八掌其中嘅一個。好，降龍十八掌本來就係雙龍取水嘅，但係好似個名咧就奇怪啲，佢哋覺得啲雙龍出海就好似威猛啲。大家認受性嚟講就高啲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啦，咁樣咯。但係其實名我哋都冇乜所謂嘅咁樣啊。即係其實都是金庸作品入邊咧，喬峯比較威猛。係啊，咁我哋呢個造型咧就做佢嘅嗰個氣勢，做個威猛嘅氣勢咁樣嘅。咁啊，都講多少少，其實本身小弟追開李自清老師嗰陣時嘅作品咧，即係今次呢一個喬峯都算係一個新嘅造型喎，係咪咧？係，其實唔係新噶啦，我畫喬峯嘅封面或者插圖都有嘅，係啊，但係漫畫作品我冇畫過，係咁但係水墨漫畫我都即係水墨嘅作品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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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嘅，咁我有幾個畫法嘅，有啲咧就係鬆散咗頭髮，係好似嗰個封面嚟嘅，係啊呢一個都係，咁有啲咧就係扎起個頭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係表現佢嗰種狂猛同埋豪邁，係啊，咁佢嗰啲頭髮都飛上嚟就好啲。好犀利！吳生仲我都問多少少，同即係畫作冇關。本身今次呢三件作品個雕師或者原型師係邊一位啊？其實主要係艾力達。哦。即係周刊少年 Jump 呢位。係啊，你識佢啊？但係好精彩啊！好精彩係嘛？認真，我好欣賞，好欣賞你今次呢三個嘅作品啊！因為能夠將李自清老師的畫作 3D 化，還要可以將那種水墨畫，甚至是本身一個畫作的氣勢表達出來，不是擦你鞋，你這三件是完全做到出來。今次這個彩色版的喬峯，我是很欣賞本身就著面相，還有特別是個姿勢和氣勢都很狂猛，可不可以講一下個製作或者雕塑的過程？可以可以，因為最主要OK， 最主要咧，清哥，因為佢啲國畫作品，咁其實因為咧，佢國畫作品就寫意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掌握佢嗰種神態都搞咗好耐。係，我啱想講就其實本身你睇翻李自清老師或者影一影嗰邊啦，本身其實一啲水墨畫作咧，要用一種咁強勁嘅表達方法係難嘅，同埋。當然你將幅畫完全不需要有任何 comment， 是極正的，但是怎樣可以將它這種感覺將它 3D 化呢？所以為什麼我一看到在公布那個彩那個試版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嘩嘩了一聲，我現在來到看實物是完全是感覺到那種澎湃的氣勢，所以真的 很正。
主要因為我之前的經歷咧，我做過漫畫，又做過動畫，所以咧，我哋對於嗰個平面變到三維，同埋掌握佢嗰、那個神態嗰度咧，其實就有啲經驗嘅，咁樣嚇。本身會唔會都同用 3D rendering 定係都係用手雕嗰個做法？手雕要手雕。哇！佢個頭起三維做咗先，然後再喺上面。逐樣逐樣執，通常都係咁噶啦。OK， 或再加工咯，咁樣咯。同埋阿德哥啊，我好想講一句咧，就係即係而家呢一個雕像咧，係好有而家嗰啲即係入而家好興嘅 GK 風啊，嗰啲咁嘅特效啊、透明啊、即係嗰啲漸變色啊，係做得真係好靚啊！同埋咧嗰啲上色啊，同埋呢啲咁嘅哇，呢啲雕刻紋呢啲咧，真係直情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好嘅產品嚟，好勁。可以或者我想都影一影翻一啲 detail 位啦。嗱，當然我覺得個最大個賣點係喬峯嗰個狂猛嘅表情，另外本身心口嘅刺青，咁仲有另外就係即係雙龍取水或者雙龍出海呢一個氣勢啊，亦都會係成件雕塑嘅作，即係好強勁嘅即係 eye catching 嘅地方嚟嘅。尤其是呢個 angle 咧，即係好似撲去你面前咁，想攻擊你咁。同埋亦都留意翻個我叫地台先啦。本身一啲石刻同埋佢亦都好清楚講咗，其實呢一個係喺邊一個地方發生㗎。呢、這個圓啊，嗰、那個係衙門關最後一擊，最後一擊係係啦，佢喺嗰度最後一擊，咁就救咗其他人啦。嗱，呢度有內容啊，呢度三兄弟一齊出手啊嘛，哇！真係正到爆，係啦，咁樣唔係我哋，我係李志清嘅。OK， 我哋跟翻佢嗰個場景去做翻呈現翻嗰刻出嚟咯。今次其實會係大概幾時到出貨，同埋個價錢會係點樣啊？呢個係港幣4288。出貨應該年底到咯。誒快喎！係啊，年底到。唔爭在都，雖然我都知道應該係冇比例㗎，係嘛？定係真係跟一比啦，一比六啦。哇！你可以見到本身喬峯係一個非常之大頭大馬嘅人嚟㗎，而一比六，哇！哇！真係搞唔掂。限量188，188，有冇留意佢胸口度有隻狼？係啊，頭先直頭都講咗本身個狼嘅刺青係好緊要㗎。係啊，因為有睇小説，呢個真係基本上係成件重點嚟。同埋佢將龍咧嗰個虛，即係用透明嗰個膠嚟做咧，佢呢啲係實㗎，呢啲係虛嘅。咁嗰個處理法都係幾好嘅，火又係透明嘅，好滿意我都。即係裝修嗰陣時有冇啲咩特別？哦，樣真係個樣咯，清嗰個樣咯。好彩有佢睇住，因為喺上邊咧聯絡都幾麻煩嘅。係啊，嚇！即係我哋跟得都幾辛苦嘅。個樣執過幾次㗎啦。啊，所以真係冇得頂，堅冇得頂，唔係擦鞋，好正。好啦，到中間監修中嘅楊過，黯然銷魂掌，哇！呢只3000多，呢只使唔使誠意啊，大佬？要唔止啊！我覺得你真係應該誠意唔得啊！唔止。大家見到本身其實即係睇翻一件件嗰個仔細度或者佢原型係點樣咧？呢一個試版就已經將成件事表達曬出嚟。我諗你可以行去後邊咧，俾觀眾睇下。係啊，究竟呢件有幾大咧？同時，如果呢個係1:6嘅話咧，都真係好恐怖啦！我喺上面本身嗱，雕兄嘅羽毛都係有幾個層次添。你見到其實係有 at least 4至5個 layer，at least 啊係。當然你會見到其實喺裝嵌方面，喺 engineering 嚟講，有邊啲位到其時可能要拆件再裝翻落去咧？呢度其實都睇得清清楚楚嘅。哇！你擺嗰陣時候都攞命啦，真係堅。出嗰陣我諗會出得好啲嘅，因為而家係 prototype 成個灰樣。冇錯。係啊。不過當然其實你都要諗下，當其時點樣 pack 箱咧？呢位其實都係咁嘅啦。將來點樣即係再拼埋喺接合嗰個位更加靚咧？通常佢哋做雕像嗰啲有辦法，佢會即係你安咗之後咧，冇乜縫口你睇到嘅。係。同埋力啦，力方面啦，咁雕像廠應該會處理到啦。係。哇！呢只我諗起碼重都重11kg、12kg起碼。係。
有有，寬成一點幾米。係。啊，李志清老師就住呢一個試板有啲咩 comment 同埋需要再監修啊？係，我就未能睇到佢嗰個顏色嚇，即係依家睇個造型咁，我覺得係好有動感嘅。係，即係成件嘢好有個勢喺度啊。其實我諗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其實特別係呢一類嘅雕像咧，你而家基本上呢個試版已經將嗰個感覺其實已經飆曬出嚟，即係點樣喺呢一個亂石入邊見到雕同埋呢一個楊過嗰種 interaction 咧，都已經表達曬。剩翻低要留意同埋小心嘅，我反而覺得係當你上咗色之後，或者喺顏色方面嗰個監修咧，點樣可以將雕同埋楊過，因為咁講。雕其實喺呢個成個情景嚟講，有機雖然係好靚啊，但係佢的而且確都係配角嚟嘅啫。點樣將個背景將陽過去突出嚟咧？呢一個會係喺上色上面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喂，都真係影埋把圓鐵劍 close up 啊，大佬！做嘅時候有冇咩？又係呢個好複雜嘅呢、這個。你好複雜嘅呢、這個。差唔多呢個我哋雕咗差唔多一年啦。哦。啊，一定要啊！因為見佢哋之前咧，譬如佢呢啲咁樣嘅戲嗰啲，嗰啲扯嗰啲咁樣嘅嘢咧，佢有啲好似嫌多咗、跟住又減咗一啲咁嘅，落幾多咧都係好似。仲係喺度稱緊，你依家就咁睇就已經係一個完成品，但係你如果多一件少一件咧，都係，因為本身都有一句就住一啲景品嘅情況嚟講咧，嗰、那個背景或者嗰個配搭啊多咗，唔代表一定好嘅，所以變咗喺構圖方面點樣可以即係攞得一個最完美嘅 balance 咧，大家應該呢一個同將來嘅成品係唔會有好大出入啦，同埋真係留意翻楊。過嗰件衫嗰啲咁嘅布麻布紋咧，都係非常之仔細，成件事都幾瘋狂。死嘢真係做曬呢件嘢真係，因為佢你就咁睇佢嗰個 size 啊嗰啲咁，我諗都唔係一般人屋企擺得到嚇，即係你可能要啲大公司啊，或者要大咩好比較大嘅收藏家先至會玩呢啲。滿月幾多件到啊？人生產呢個幾多件？呢、這個我諗最多都係100件到嘅啫，係啊，100件到，係啊，好限量啊，好限量，唔係啊，係啊，你太多都係好難搞嘅、啊，好，呢個未，我自己諗啫，本身呢啲氣勢或者氣場咧，都係用翻透明樹脂，哦，呢、這個未最後定，未最後定。因為我諗咧，其實喺啲位置，即係呢一個本身用一啲角度自己加燈啦。如果話呢度喺下邊可能加啲燈，射翻上去都即係他媽的靚。好啦，跟住有角，即係有呢個陽過，點會冇角靜咧？嗱，我就唔爭再噏埋，我第一期嘅書咧就已經俾咗李志清老師簽過名嘅，所以我就唔使帶。咁今次亦都。是不是用回當其時的第一期的封面來做這個是哦耶、yeah 啊、其實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 classic 的封面、啊、最典型的一個造型來的、啊、即是我希望呢讀者也好觀眾也好第一眼就看到知道這個是國政、嗯啊、即是你不用擺個名字出來、啊、它彎弓射雕這個、蒙古的造型就是一個國政是、啊、哇但是我看到他呢跟喬峰或者跟楊過那個做法呢完全不同的這種做法、有些好像那些、因為那些教全部是動得可以活動的那些這個 是12寸的 figure 來的嘛是啊、是啊是啊隻馬就不動得我不想說大家留意一下本身國政是12寸的可動 figure 而在我印象中呢應該是沒有闖出過國政的12寸的是啊可以擺姿勢的、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本身就住國政這個蒙古服的造型裡面譬如說一些匕首啊、弓啊特別是件衣服啊等等等等等那個細緻度是去到哪裡的是同埋個樣子都好靚仔啊！呢個真係。其實我想講，你做可動同做雕像係
兩個完全唔同畫法，係啦，所以變咗要著力嘅地方最重要，我個人覺得就係個頭雕啦。係，其他嗰啲唔係唔緊要，但係你搞唔掂個頭嘅話咧，你其他做得點好都個靈魂嚟㗎啦。係啊，搞唔掂嘅成件事會係啊，同埋服飾嘅配搭咁啦。係。呢啲咁嘅十二寸 figure 咧，我自己都有。即係都有儲嘅啲，即係以前好似嗰啲 GI Joe 啊嗰啲，咁好中意擺啲唔同嘅姿勢，咁啊可以自己去玩下。冇錯，咁啊都係嗰句，呢一個到期時又係幾時出貨同幾多錢到啊，老師？呢個要繼續揾翻啦，幾點出貨？幾時出到貨啊？呢個？哦，呢個我哋準備年底啊，年底咯，年底咯，即係呢個會快啲喎。快啲，呢個快啲，呢個快啲，呢個製作上冇嗰啲咁複雜嘅。係。因為應該唔係話唔複雜嘅，本身其實個前期功夫做好曬就 O K 咯，相對咁價錢會係幾多啊？呢個單睇1,200，係咁呢個連埋只馬咧2,300，冇得唔哦單件可以單件買，可以單件。冇我想講有心買一定成套走㗎啦，冇得傾㗎大佬。就係我哋諗住做狂龍十八掌嘅，因為青哥有本秘笈就狂龍十八掌嘅。咁即係要換手掌㗎咯喎？有手掌，有四套手掌。有四套手掌啊！有四，另外有四套手掌。係咁樣咯。咁把劍我咪另可以啊，連接劍呢把倚天劍嚟嘅。金屬嘅，犀利，其實郭靖就唔係玩劍嘅，郭靖點解十把掌？你有冇特別影跟把劍咁正嘅？係啊，但呢把劍都靚，金屬嘅嚇，補充一句，重手。哇！頭先只掹出嚟清一聲喎，真係。金屬嘅，呢啲係古劍嚟喎，金屬古劍嚟嘅，古劍嚟嘅。按翻而家我哋。盡量跟翻青哥嗰種風格同嗰種歷史嘅一個叫做考過去做啦，咁再加少少配置啦，咁樣咯。同埋都想 close up 影下把刀，同埋呢一個副馬匕首啊，掹得出嚟㗎呢把。我冇噏錯啊嘛。副馬匕首。冇錯，副馬匕首。我只馬啫喎，正。隻馬本身上面的鬃毛都是直髮的，人直髮，隻馬直髮，這個我真的見證。還有你見到本身馬的我叫皮膚的 texture， 其實我想在這邊拍過去是 good job， 你會見到是很像真的。雖然我摸下去其實當然都是這個PU 或者 resin， 有錯請更正，但是你會見到就著上色方面會不會大貨都是這樣的？我很白問啦，大貨都係咁，你真係唔使擔心啦，你呢啲錢可以俾啦。會見到嗰、那個皮膚紋同埋毛紋同埋，亦都係有做到陰影嘅。咁所以變咗喺外觀上嚟講咧，嗱由蹄到身到馬頭，你可以見到本身嗰個漸變係好清晰㗎。掹咗嘅，因為要頂住。而本身啲疆城嘅一啲雕飾啊，同埋本身馬嗰啲鞍嗰啲皮咧，都係做得好仔細。我寧願佢唔喐好過喐堅嘅，咁所以變咗配翻國證搞掂，安落地俾錢，咁只馬就大概 worth 千零蚊啦，咁啊加埋呢一個國證都係千零蚊啦，成件事就出曬，真係出曬。哦，呢個都限量嘅，呢個限量800隻，800，成套800定係800？單睇800，咁只馬嗰度咧就睇下個訂購量幾多咯，我哋做完就算噶啦，都係。唔爭就攞，我幫你賣廣告乜都好啦。去邊度訂呢？我哋有嗰個三個群嘅，你啱影咗個相就得噶啦。全部我哋喺群嗰度去發放消息嘅。好，咁啊唔爭再影埋先啦。我諗成班人都去睇呢咁嘅嘢啦。咁啊，當然一陣我先至影啲畫作。大家如果係李志清嘅 fans， 本身見到 Brian 指住嘅有三個途徑可以訂購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嘅，做埋好朋友。Yes。側跟就唔使講啦，就係今次呢一個喬峯嘅先。OK， 我中意你，蕭峯嘅 at 啦。咁啊，側跟。側跟，我覺得要影側跟，係咪會出埋虛竹同段羽啊？遲啲出。呢啲咪賴嘢咯。
都是那句刀騎士，三個夾在一起，哇！你的荷包真的完全被這個轟散了。上面就是今次的叫做形象，亦即係呢個立體化的原稿啦，主題係啦，就是呢一個喬峯的雙龍取消或者雙龍出海嘅。哇！哇！好正，真係。呢個就係個故事背景啦 ，Figure 嘅故事背景啦。係啦。啊，好嘢！嗰句即係《天龍八部》睇咩？睇得一條，得睇喬峯啦。你問我，即係我先唔講段譽同虛竹，你淨係入只喬峯都值回票價啦。勁，都唔係跌嘅，本身其實都是一個 option pass。哇，好嘢喎！誒，唔揸咗噏埋。嗱，頭先我介紹少嘅就係呢一個楊過嘅悉尼長面罩。咦，個人喺邊啊？喺呢度。你可以戴個燈光。唔介意啊嘛，笠埋。係啦，嗱，本身你要留意翻。楊過另外一個設定場就是前面這兩個流音，所以你在裝這個面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攝入去，當然現在是未可以 很牢固地搞，但是將來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了。問你死沒好東西、哦、我給人看就這樣看看都費事什麼，原來是可以脫面罩，沒說話說了，完，無懈可擊，好東西。咁啊，畫作嚟講，咁啊可以影一影翻本身今次李志清老師其實喺呢度一個 set up。咁如果大家即係除咗呢一個想欣賞啲幾件嘅作品之外，我好彩啊，我啊夾到李志清老師，我一定影相兼呢一個攞簽名噶啦。咁亦都可以嚟到碰一碰運氣。有冇話特別李老師呢一度會幾時 stay 喺度幾耐喎 ？Sorry 啊，我好難講啊，即係。隨緣啦，係嘛？係啦，隨緣，即係冇話邊個時間喺呢度，等陣間見到就見到咁樣。其實嗱，可以講下咧，呢、這個因為係編出嚟嘅，同個原畫咧其實係細咗好多，原畫比呢張仲要大嘅。係幾大到個原畫係？原畫好似有打橫，我諗最少有五尺。哇、哦！嚇、啊，即係比呢一個仲要大少少。係啊 ，Elman 麻煩影一影翻蕭峯呢一幅畫，因為我哋啱啱頭先講到咧。呢一幅原畫其實是呢、這、一個、叫做 reprint 啦，咁本身已經將嗰個 size 縮細咗一大截嘅，呢啲都係編出嚟，係啊，即係同所有原畫都係大，係啊，哦，呀，比佢大嘅，雖然冇原畫擺喺度，但係本身個氣勢已經好強。呢張係好大，哇，金戈盪寇，呢張好似有八尺嘅，哇，呢幅原畫係八尺嘅，係啊，打橫啊。都是《天龍八部》。係啦。咁原畫其實係擺咗喺你屋企定係喺收藏咗啊？哦，收藏咗。I see。係啊。都起碼有個 digital 嘅 copy 留翻喺度啊嘛，可以其他朋友都可以欣賞一下。厲害！蕭峯一聲大喝。好，咁啊，非常之多謝幾位今日能夠即係俾到機會我哋玩具 TV 做咗咁精彩嘅訪問。多謝曬，再一次多謝咁啊！大家係啦，有興趣嘅我哋再出嚟，你話我賣廣告都好啊！記住過翻嚟，祝你成功，好。203艾力達動漫文化娛樂有限公司。203係啦，睇一睇啲原畫，你好彩嘅就探到李志清老師。係啦，因為唔係日日喺度嘅，其實李老師係。係啦，咁啊，衷心多謝曬幾位先，真係好正。喂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咁多位 ，thank you， 拜拜，好啦。